我中分一个，然后我再马尾一个，你们挑好吗？今天是直播扎辫子嘛。哎呀，终于没辫子了。区别很大吗？谢谢爱情疯子。四个马尾怎么扎啊？谢谢 Joy。 完全是两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要八个马尾，我要转过去搞刘海。上面两个，后面两个。谢谢爱情疯子。然后就是没有刘海，没有刘海好看吗？没有刘海会不会有点高冷？这样好看。我那个时候没有刘海，和我男朋友吵架，他就觉得他就觉得我好凶啊。赵老师和奥斯卡是什么口味？谢谢沉沦还有燃烧的胖刺。没口味。服了我什么？是不是很快就能变？啊，这是我的大宝剑吗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我吓傻了。怎么抓个头发就能有大宝剑？谢谢，我就看看不说话的大宝剑，么么哒。土豪哥哥啊，我问了一个小时是什么？那你们还要看？土豪哥哥们吐了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是我们怀孕啊，这个难度好高啊。没有风呢，谢谢主播，别走起来嗨。阿坑是谁啊？要看马尾吗？谢谢天下无敌坑。阿坑是土豪大宝剑。谢谢表哥和哎呀那两个字不认识呢。扎个马尾好吗？谢谢微凉图谋意志伴。还有胜者为王，还有主播别走起来嗨。谢谢，我就看看不说话。不是，是大额头聪明呢。右端不是广告，右端是我把那个QQ 号
QQ 号还有群号通通发在上面了嘛。谢谢不爱吃胡萝卜。其他房间是工作，那这个房间呢，谢谢 Timo 队长，这个房间是放假。嗯，会不会太光了？谢谢 R N H。谢谢，抱歉啦，助理小哥么么哒。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助理小哥？谢谢四菜。放手什么呀？谢谢纵火之灯，都是基佬。那个，哎呀，没说好。等一下，等我扎好，就算世界无童话。外面光太亮啦！谢谢棉袜子，主播头发月入百万。等我把头发梳好，把外面的那个窗拉下来。谢谢王小点。还有艾米酱，还有月光落在左手上。我先把那个窗帘拉起来。马尾好吗？谢谢，我就看看不说话。坐等主播吃饭。双马尾好看，还是大光明好看？额头是不是太光了？今天我去拿那个，我去拿吃的。你是说头发吗？谢谢史蒂芬扎。是说头发吗？都说短头发好看。妹妹很刚的。为什么不？我旁边正好有个那个 QQ 群，谢谢月落在那个左手上和海涛还有赵增祥。这黄瓜是刚刚吃的，然后还有个番茄，但是我自己剪了空气刘海，然后这个头上就是毛毛的。谢谢 Joy。请在 P 字后面加个神准，谢谢爱看，爱着爱着就。